们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哈哈，那我不行啊，咱俩都是这么好啊。找我啥呢？找我啥呢？你找我一个？你再说一个？你说什么呢？这你有听懂吗？拍照片的啊，来弯弯搂着妹妹拍一下来。哎，好。哦，雨天的天气越来下个雨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是冷的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梦圆舞曲。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，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。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的想着你，想些深奥的问题。哎，啊，晚上我把你炖了行吗？行吗？行啊，确定啊？嗯，好，听着了吗？听没听着？他已经同意了啊，晚上别忘了给我买豆腐回来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无聊啊，放走了，你搁这好好待着啊，跟你姐好好玩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。慢点啊！你爸走了啊？啊，这么绝情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委屈了啊，没事啊，大姑父陪你啊，没事，不哭了啊。哎呀妈，小扁扁，你看这伤心的啊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走了啊。吴炳啊，大姑父考考你啊，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？啊，一加一等于二。玩豆腐你哭个屁呀！ 啊， 啊，能吃啊？你知道当时干啥用的吗？这玩意儿炖狗肉的。啊，哭吧。怎么哭了呢？你跑啥呀？啊，你不哭了？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。小花，你未来小对象给我提炼的要求。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。时光许你岁月无忧，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，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，眼里有光，一路有歌，走出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幸福永远。来，先把钥匙了，吃完药跟我去干点活去。啊？好了，一说干活躺下了。啊？干点活去，你都吃上药了，你怕什么呢？那不干拉倒吧，我去吃饭去了，我上饭店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啊，我走了啊。谁先回笼的啊？我把这个肉给谁？听到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关门，关门。哎，好，面对疾风吧。玩豆腐你哭个屁呀！啊，能吃啊？你知道这玩意儿干啥用的吗？这玩意儿炖狗肉的，啊，哭吧，怎么哭了呢？
跑啥呀？啊，你不护了？爸爸今天过生日呢啊，爸爸也没准备啥礼物，我就亲一口得了，行吗？啊，来，别动，必须亲一口。啊，你跑个屁！你别跟我跑啊，回来！太不给我面子了，小爸爸，过分了。看看吴冰老师成年后的生活，先去吃个便饭，火腿吃一根扔一根。不差钱，面包必须得82年的，否则不符合吴冰老师的身份。还没结束，夜场小王子，凤梨小天后，这紫韵的生活你想体验一下？不说了，喝多了难受。有老铁问我家里养这么多狗那臭不臭啊，实话实说啊，真臭，是不是？臭不臭啊？尤其是一个叫吴炳的狗，哎呀妈，真的生臭生臭的，是不是？啊你叫吴炳是不是？现在好了，自从我用了这款宠物除臭剂，吸食后狗笼里喷喷，沙发喷喷，拖地时喷喷，那屋里是香喷喷，多玩具都能喷，植物提取除臭杀菌，一大瓶老汤用了。这演技你给打几分？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教大家伙狗狗护食怎么办啊？来，我给你护一个。准备好笔记。你敢咬我吗？啊？敢咬吗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你咬我一口，赔10000。咬吧。啊？咬吧。咬不咬？咬不咬？不护食吗？护不护了？咬吧。来，准备吴炳护食剂第一场第 N 镜 action。 护你等会儿，吴老师来啊，你往边上。好，往边上放着来，身位不对啊，身位不对，站这儿来了。好，站好了，走这走这，别动。好，坐好坐好，不许挪地方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好，来准备 ，Action！ 他又挪了呢，啊？不听导演调动的怎么着？孩子，吴冰老师，你现在演技有点欠缺呀，怎么事儿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下来了，坐下。你瞅瞅你给我咬的啊！这么大口的，费了我2两血，是不是你？啊？你跑啥呀？过来给我赔礼道歉，赔礼道歉，啊？好好赔礼道歉。行了，你再面壁思过一会儿去吧。站好了，原谅你这一回啊，下回再恩将仇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站好了，不服来挑战。准备，1、2、3，关门。好，去让圈里坐下去。好，坐下，把圈顶过来，来，好，顶过来，好，顶，好，套圈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，第三个来，第三个，还有，第三个，好。哎，好，坐下，成功，耶耶耶！阿宝，咱家那俩小狗的门没关，你去给关上去。啊，我给你一个灰子肠吃，
行吗？去吧，去吧，啊，关门去。对，吴炳的门啊，啊，小花的门没关。啊，你自己回笼了吧，啊，啊，坐下吧。今天我给你们仨开个会啊，看我的狗粮，这里面冻干全都不见了啊，哪儿去了？谁偷吃的？没人承认是不是？好，我查常数，谁最后回笼的就是谁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啊啊！我怎么蒙圈了呢？爸爸。爸爸长得帅不帅？你告诉我，啊？说实话，帅吗？啊，帅吗？怎么的？啊？怎么的？等等，这狗到底是啥意思？我问你，我帅不帅？你干啥？我帅不帅？到底？说实话，帅不帅？帅吗？这是不是就要自找回去？谁干的？主动承认来！啊，好好一个玩具，给我干稀碎！小花是不是你？吴炳是不是你？啊？是你二宝啊？快！哎呦我的妈！让大家我看看，一根火腿肠能让这小玩意干点啥啊？来接，趴下来。好，行，握手。好，会吃啊。好，会吃。哎，好，非常好啊。好，吃一口。好了啊，回自己笼子去，去，回去吧。关门，关门，没关上门呢，关门呢，祖宗，哎哎，关门。不走寻常路的大哥啊！我说你关门，花花，哎，让你关门！哎呀我的妈呀！孩子们别动，一、二、三，站！啊，看小花能不能抢过来啊？老铁们看了吗？现在已经是第二了啊！他一定能把这个抢了，抢完之后他还得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猛的！看、啊、抢了吧，抢了吧，老铁们看。啊，对，第一个回来，你看着吧啊，巴顿都撵不上，看了吧，巴顿都撵不上，哎呦，哎呦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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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猛了，小爸爸。来，你们俩听好了啊，这个金链子谁捞了就是谁的，去吧。过来，拿来，放爸爸手里来。你过来，哎，是什么？跟他抢呢，小宝宝，好样的，好宝宝。让大家伙看看小花这两天的训练成果啊！来转一圈，来转，转，转，坐下。好，这个奖励的。好，坐下。握手。看到了吗？好，握手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、看啊。小花真的很聪明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点点红心。真棒。就一个诱杆了啊，我给谁那个肯定得骂我。与其这样我直接在哪抢得了。我数到三啊，谁抢到谁吃，公平吧。啊，公平吧。来准备啊。哎，不许抢跑啊，爸爸。忍住啊。准备。预备，一万，啊！哎呦我的妈！9999，9998，9997，三，啊！我怎么蒙圈了呢？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嘿。
哎呦我的妈！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嘿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捡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去。好，给我来。哎呀，真棒啊，真棒，真棒。花儿，你干啥呢？哎，别吃啊，大哥。小花儿，给你喝点西北风吧，好吗？啊，吃不了饭，来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吃吧？再来口。给你家孩子看看吧。四减三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加一。五减二。四加一。啊！二宝。你听着了吗？啊，卖狗肉的，啊，卖狗肉的还害怕？啊，听着了吗？卖狗肉，啊，卖狗肉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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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！是卖土豆的二宝，不是卖狗肉。你能不能听懂爸爸说话？能吗？能听懂的话，你抬一下左脚让我看看来。好，再抬一下右脚。非常好，放下吧。然后坐下来，没让你，没让你动弹。我这里有粒狗粮，想不想吃？想吃，想吃，咱算个数，好不好？爸问你，五减三等于几？哎，真厉害。想不想吃？想吃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呀？啊，谢谢吧。You know where I go. 好，你真棒。吴斌老师，咱讲个戏啊，一会儿。开始之后，中间我会喊咔，咔的时候你就不要动就可以了啊。我给咱们家这块狗粮咱打广告。好，准备准备啊，马上开始啊。来，无柄护食记第二季第一场第一镜 ，Action。好咔！哎呦我的妈！吴斌老师的最爱啊，有肉有蛋，非常好吃，非常有营养啊。好了吗，吴斌老师，继续啊。吴老师，1.6亿到手了啊！哎，没毛病是不是？哎，好，真棒啊！这演技没毛。来，有奖问答啊！爸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一加二呢？一加二等于3，真厉害啊！那我问你，狗肉多少钱一斤？啊？来，我问一下你们仨来，好好一点狗粮啊！我明明放窗台上了，谁把它给偷吃了？谁偷吃的？都说是他，是不是？行啊，行，你俩是真行。我放窗台上了，你俩说是他，是不是？行啊 ，OK。来，吴炳，来，我给你洗清一下你的眼神啊，站起来。咋弄的你也够不着啊啊！第二天，啊，我就说是你吧，啊，哎呦我的妈，掉一粒打一棒子啊，鬼子站好了啊。家里就一粒狗粮了，想吃吗？坐下。想吃的话，谢谢我。好，谢谢了。
再歇一次，好好歇歇，对，好好歇歇，哎，再歇，哎，再歇，好，光歇不行，你给爸爸跳段舞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灯光音响准备好了吧，童景老师。好，演员就位啊，五柄护食记第一场第一镜 ，Action。好，咔！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哎，表现非常好啊，吴彪老师啊，再接再厉啊，咱数到三才可以吃啊，一万，一千，三。来，听我口令啊，谁先摸到这个牌，谁来回答我的问题啊，答对了有奖励啊，奖励摸牙棒，要是答错了的话奖励一棒子啊。一二三开始。来呀、啊、帮我干点活呗。嗯，抽屉里的胶带拿来去。那门儿关上，去关门去，关门去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行，我给你拿好吃的，你去把门关上去。坐着，好行吗？等我一会儿行吗？走了。干点活去。你俩等我一会儿啊，谁也不许出圈，在这等我，我去取东西，取完东西咱们就开饭啊。你以为会这么简单吗？啊来，走过来了，今天吃肘子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二宝，我饿了。咱们去拿盆要饭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加一等于几？说。一加一等于二，真厉害啊，小范。一加二等于几？嗯？一加二等于三呢？那我问你，一加一万等于几？啊、小朋友，当你看电视的时候，有两只狗狗陪着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嗯、看电视的时候不能说话，好好看啊！一会儿看完之后给我写观后感。见过狗哭吗？来安排。你爱不爱？你爱不爱我？我问过你要不要？你要不？你可真有才呀！你啊，你还能让人给打哭了。
白瞎你长这么大嘴。你瞅瞅你啊，行别哭了啊，我回头我收拾他啊，一会儿爸给你拿点好吃的啊，那么地吧。分开一周后再见毛孩子们的反应。这只是我以为的，事实上是。爸爸哎呀，行，你等着，我今天我就罚你在这里站一天，你要是敢出来的话，你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。老瓜子又疯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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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给我坐这儿来，你俩给我坐这儿来。哎，大哥，啊，你收狗吗？我就两条狗，两个狗打仗。咋的？你想去啊？来，这一堆狗粮啊，我扔，扔完你俩抢啊。你别笑。